大家好，我是新东方烹饪老师刘飞。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西式的早点。今天我们用新鲜的三明治，还有热狗、生菜，加以新鲜的鸡蛋去烹制。我们很多上班族早晨没有时间去烹制食品，尤其是吃早晨外面卖的油条、油饼、包子之类的用高油温炸的东西，尽量食用可以对身体有所损害。今天我们做这道早餐既营养，时间控制又短。今天的教程到此结束，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北京新东方烹饪学校在此的留言处，我们还会有不定期的菜品和烹饪小技巧推送，谢谢大家。